喂，早晨啊，大家好啊。咁咧就今日咧就去青衣城啦吓。系啊。青衣城咧就系、是、又系搭小巴啦。咁、今日咧就搭88F 啦，即系呢一架。系。呢架。我同我屠夫人咧就真系未嚟过青衣岛啦，讲过啦。咁点解咧？因为青衣岛真系冇嘢噶嘛。系啊。咁青衣岛以前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嗰啲一个小岛嚟嘅。你而家青衣島發展到咁咧，其實好多地都係真係填翻嚟。你喺地圖上睇到咧，而家青衣島咧四四方方噶嘛，一塊餅咁。咁以前青衣島唔係咁嘅樣子，青衣島咧係好似雅寧咁咯，即係好似長洲咁啊，大號長洲或者大號南丫島咁就。咁咧就而家填到四四方方，點解咧？因為佢要做啲地咧去做啲重工業咯。例如做個貨櫃場啦，好似九號貨櫃站。咁以前未有貨櫃站嗰時咧，咁做啲咩嘅咧？咁樣咪做擺油庫咯，造船咯。咁至於近住葵涌啊、葵芳嗰邊咧，就冇嘢。咁填咗之後咧，就做咗個貨櫃碼頭。咁我哋住間酒店就喺邊緣啦，一啱對正嗰個貨櫃場。咁啊，搭咗嗰架88F 啦，就係大約係用咗十零分鐘，十二分鐘到啦。咁啊，嚟到呢個叫做青衣城啊，即係我背後呢個啦，青衣城。咁呢度就係88F 嘅總站嚟噶啦。呢度就係咧青衣期咧，青衣城咧就係第二期嚟嘅，第二期入口。咁都幾方便喎，其實。係啊，咁其實呢度已經係機鐵站嚟噶啦，呢個應該係，係嘛？咁啊，咁點解青衣島咧會即係由一個小漁村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咁多人住嘅地方，或者一啲叫做有重工業嘅地方咧？呢度咧就係第二期嘅，因為呢度咧多人住嘅，咁啊有個呢個商場係都啱嘅嚇。但係我哋住嗰個叫南泉灣咧，就慘啦嚇，得九間鋪頭，我哋數過，咁咧就都冇乜位啊。唔係，嗰個管理都係麻麻。麻麻地啊，即係比較都即係污糟。嗯。好啦，咁啊戰前咧，佢都有個漁村啦，即係啲漁民咯，避風塘咁、避風港咁樣啦，即係好多嗰啲水上人喺度住，即係住喺船啦，唔係住喺陸上，或者啲少少嘅村落咁。咁但係咧就係戰時啦，即係日本仔打到嚟嘅時候咧，咁啊係曾經登陸呢、這個青衣島嘅，幾乎係咧九龍區啊或者西九龍啦，就係、是、最早淪陷嘅地方嚟嘅，即係除咗新界之外。咁咧就戰後因為嗰、那個市區發展好大嘅，好迅速啊。咁咧人口啊膨脹啦，咁市區即係即係冇乜地方俾人住，所以咧就將嗰啲重工業就搬啦，咁就搬去邊啦？咪搬去啲離島啊，有啲島嶼啦。最近喺邊度啊？咁啊當然係呢、這個青衣島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將啲油庫啊，嗰啲好大嗰啲股咧，造船業啊，冚唪唥搬曬嗰度咯。啊，甚至乎咧係曾經有呢、這個發電廠嘅喎。青衣發電廠啊，而家好似冇咗啦。咁就係第一個公共屋邨，咪就係長青村。1970幾年嗰時已經入咗去。咁咧就主要都係喺島嘅東北邊，即係近住呢個葵涌啊、葵青嗰邊。所以呢、這個青衣島咧，真係冇乜好搞嘅，直至到而家，有機鐵站添。但係都係住宅多咯，係咪啊？而家即係呢邊係住宅咯。啊，冇乜嘢商業活動嘅啫。咁至於青衣橋咧，其實第一條橋咧就唔係公共橋嚟噶，係一啲即係嗰啲重工業嗰啲公司咧即係起嘅。因為你要有運輸噶嘛，咁你有橋先過到去運入。咁就政府俾啲少錢資助啊，咪起一條第一條青衣橋。咁而家又好似有兩條啦，同埋加埋個機鐵站添，咁樣都好方便嘅。其實青衣島而家世界上人口最多嘅呢個島嶼嚟嘅，係大部分嘅地方都係重工業咯。咁可能因為機鐵站嘅關係啦，咁即係我諗人口應該多啲喎。我諗應該多過
啊，我哋住嗰一屆喎。咁啊就離開第二期咧，第二期好似冇有搞，係咯。咁咧就去翻第一期啦。咁啊第一期咧原來就係呢個青衣站啦。青衣站呢度搭火車啦。咁呢邊咧，呢邊真係好似多好多地方行啦喎。啊，有馬沙添嘛，即係啊。有入馬沙先，聞聞浸啲國場，係即係叫做滿足下自己嚇思鄉嘅情緒啊。咁啊，所以咧就係咯，啊呢度大好多喎。係啊，呢度先係主菜，咁啊頭先嗰度都係麻麻地啦。咁睇下呢度有冇嘢食啦嚇。哇！呢度好光猛喎，啊呢度好舒服。係啊，呢度好行啲啊。係啊，頭先嗰度走掹掹咁，人唔係啩咁樣，唔係。咁呢度咧都有住宅上蓋嘅喎，如果喺呢度住都幾好嘅。我喺呢度真係嗰啲所有啲鋪頭大間。呢度遼闊好多，即係有啲似東涌嗰度，好寬敞喎嚇。有金行添啊，見到金行我知道啊，大生意啊。哦，四通八達喎真係。揾翻嗰個，不如食粉面啦嘛。咁我諗呢度都可以消磨一個硬啦，應該。可以啊。好闊下喎啲通道，都幾好。我行過。新都會。咁嗰啲鋪頭都幾好啊，可以睇下喎。邊個鋪頭嚟嘅？係啊，嗰啲品牌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只係冇咁街坊啊。咁但係始終咧都係咧，有時揾食咧就比較困難啲。我唔明呢啲商場點解要將嗰啲食肆咧分到咁散嘅，即係咪整蠱啲食客啊？定係就整蠱自己啦？即係有時你揾到猛嘅咧唔食得為啊。咁啊，即係而家揾嘢睇到水牌都揾唔到嘅，咩方向啊？即係好似以前咁叫啊，好啦，做咩？以前咧就梗係一個叫美食廣場啊、美食坊啊，係嘛？咁啊，所有嘅食肆喺曬嗰度啊！你去到個食飽你先好行。咁可能而家就係發展到就話，即係可能啲嘢驚人唔行啊。係啊，同埋你分散咗，分散啲咧，咁咪周圍行。係啊。同埋又唔使集中於覺得嗰度揀。即係食下行下啦，係嘛？同埋咧，我最憎嗰啲咁嘅自動電梯咧，上上落落嗰啲咧，哇！好似咧迷宮咁樣，即係迷暈咗咧裏面咁樣嘅，真係好怕。咁咪就行到邊度食到邊啦嚇。咁就嚟到呢一間咧叫做。Toast box 啊，咁我又係成日食多士啊，係嘛？咁啊，原來咪要有多士之外咧，有可能雞飯食添喎。咁啊，我同福人整翻個可能雞飯咧。我諗我翻嚟香港食得最多係咩咧？係咩雞咯？係啊，真係，因為你啲雞咧，即係滑啲咯，真係。但係我就覺得咧。就同我哋以前嘅又冇得比咯喎。係嘅，即係以前叫做雞有雞味，牛有牛味啊嘛。咁而家啲就雞係冇雞味嘅。即係好過英國少少咯。你英國嗰啲簡直都冇味咯，柴皮咯。不過咧就如果你家姐煮咯，譬如桃福人識煮嘅，咁啊咩雞都好味啦。真係。咁簡單啦。咁啊，桃福人啊，可能雞啊，咁我就想食啦，湯粉咯。我有魚味食過經驗啊。Toast box 咁啊，可能呢啲都係叫 toast 咯，係嘛？啊，會唔會啊？嗱，今日桃夫人呢、這個可能雞飯嚟咗咯喎。但我覺得佢啲雞係即係普通你蒸雞嗰啲。普通蒸雞。外國嘅。普通蒸雞飯可能都。佢話。都 OK。啲飯咧？飯好似白飯嚟嘅喎。係。哦。有少少斑斓味。即係處理過啦，好嘅。咁啊，屠夫人話嗰只可能雞都唔係幾多，麻麻地。麻地啊，即係因為我哋唔知邊度食得好啊，係嘛？即係求其試下啦。咁其實商場嗰啲嘢食嗰啲都咁上啦。所以點解嗰啲人中意買地鐵上蓋嗰啲物業咧？點解咧？因為譬如喺樓上落樓啦，係咪？咁啊，落到下邊商場又拉喎。跟住冷氣咧就搭地鐵有冷氣啦，係咪？咁即係永遠咧就係俾啲冷氣籠罩住咧，即係唔使行出去啊。同時而家新發展嗰啲所謂即係住宅區咩之類咧，其實路面係冇嘢嘅，
全部都是由那些天橋啊，即係連接的，路邊是沒有人行的，即係好像沙漠咁樣。咁係咯，咁我諗而家新一代嘅香港人或者點樣嘅生活模式就係咁。而你住啲舊區咪 OK 嘅，喺條街行，但係辛苦到不得了。啊，屠夫啊！咩咧？你好像知道點解我哋個房嗰啲燈咁暗喎？啊，係噶，我哋而家住緊呢一個酒店呢一盞嘅 building 咧，其實佢有個作用喎，就係嚟擋住啲光。因為咧貨櫃場咧，即係貨櫃站咧，好光啊嘛。哦，因為24小時運作。係啊，同埋我記得咧，好多年前啦，即係幾十年前咧，即係葵涌貨櫃碼頭仲係好興旺嘅時候咧，24小時操作㗎。嗯哼。即係恍如白晝嘅。咁咧，我有朋友住喺麗景，麗景都好遠下嘅嚟嘅啫喎。但係咧，佢嗰個窗咧，即係打個窗簾咧，都有啲光透入嚟嘅，就係貨櫃碼頭嗰啲光。哦咁如果你譬如你南泉灣咁近咧，我諗向住碼頭嗰邊嗰啲人唔使瞓嘅咯。咁所以咧就佢話咧係啊專登起呢一紮咁嘅屏風樓咧，係擋住啲光嘅。咦？係啦，冇錯啦。點解我哋嗰啲房冇乜燈嘅咧？使乜燈啫？慳翻電。慳翻啲電啦，係咪先？如果你個貨櫃站係24小時操作同埋咁光嘅話，你打個窗簾咪得咯。打窗簾咪好光噶啦！啊，夜媽媽咪打個窗，啲日頭噶啦，我諗就係、是，即係近到咁樣係咪？咁你瞓覺咪拉個簾，係嘛？咁朝頭早就唔使講簾啦，係嘛？打開個窗咪有光，所以咧就係唔使電燈嗰度。咁但係好可惜啦，咁咧就係、是、即係現所謂嚇時勢熱啦，係嘛？咁、咧竟然咧就係貨櫃碼頭冇光啦，所以咧就導致我哋咧就係、是、嗰、那個房好黑咯。咁唔緊要啦，係咪先？即係冇嘢咁理想嘅嚇，唔係唔係話你諗到就會做得到噶嘛，係咪？咁啊係咯，唔緊要啦 ，romantic 啲啦。啊係咯，有情趣啲係嘛？好似去咗九龍塘咁同你係嘛？真係正。咁行下咧，咁你見到阿屠夫我咧嚇，啲、頭髮都長咗好多嚇。咁啊想剪下髮啦，咁啊屠夫人話不如喺呢度剪啦，咁樣咁啊喺呢度剪啊。咁啊成人咧就單剪啊70咁講，就呢間啦咁樣。咁啊都幾得意啊！剪頭髮咧就先拍卡啊，啱啊，就70蚊拍咗卡先攞張飛，就喺呢度等啦嚇。咁、如果你係有細路仔啊，玩下車仔先啦嚇。咁、呢種剪髮嘅形式咧都幾好啊！幾好啊！有冷氣啊，涼涼爽爽咁樣。即係行下街你都可以剪頭髮。啊！即係等於而家我行下街都可以剪到髮啦，係嘛？幾好啊！想當年都係巷戰咯，即係佢旺意啊！而家唔使巷戰嘅啦，而家或者俾大家先睇睇我未剪之前係咩樣嘅先嚇，咁啊有個比較啊嘛，係咪 ？Before 呢個就係 before， 唔係。咁啊，等緊剪髮期間傾下計啦嚇。以前好怕搭小巴喎，因為個小巴佬咧仲惡過啲市司機，即係比嗰啲巴士司機咧更加兇狼，喐下咧鬧到你趴喺度，同埋咧就又係咧散即係散紙嘅問題咯。即係俾錢咧，你冇散紙，有人好，你人慢啲，你都死嘅。咁咧，但係呢一次咧就都有搭小巴，頭先搭幾次小巴啦。咁咧就啲綠 van 啊嗰啲啦，即係出入呢、這個地鐵站啊嗰啲啦。嗰啲司機都好有禮貌。係啊。咁當然要係你自己有禮貌先。咁另外的士司機又係咯。我哋呢次遇到啲的士司機都 OK。我哋最近遇到嗰兩個都 OK 啊！係啊，啊即係的士司機係害群之馬，害死佢。咁你覺得我咧剪得好唔好咧？我覺得 OK 喎，如果70蚊 OK 喎，不妨嚟呢間剪剪啦，呢間叫做 Pure Cut 啊！咁啊，中秋快到啦，陶夫人。你見到咧，度度都有啊，有月餅賣啦。因為呢個最賺錢嘅。係啊，嗱，譬如呢度咧，幾個品牌喎，有大同啦、君香啦，係嘛，又有榮華啦。記得我哋響英國咧有大同咯。係嘛？有大同。大龍月餅係嘛？係啊。啊！咁好奇怪喎，我哋喺英國咧都好少去Marks and Spencer 咩就去。買嘢嘅，咁就係、是、可能咧離開得耐啊，嗦下陣味，嗦下陣味啊！咁尋晚咧好笑啊，陶夫人，
昨晚呢你不是跟我說我想吃薯條，其實我真的想吃薯條，但是麥當勞的薯條又不想吃，所以呢就都不知道怎樣。你說你是香港美食天堂，是啊，很多嘢好吃的，啊，譬如什麼這些食肆呢，周街都是，啊，是吧，真的世界各國，是吧。但是呢真的這個多這一個月呢真的吃到呢不是很想吃。我感覺是呢，即是它是很多款式，是啊，但是吃落都 是那種味，都是那種味道，還有那些料，是啊，用料差不多，是啊，用料差不多啦，煮法差不多啦，即是你看個招牌 啊就覺得很吸引啊，是啊，即是譬如不同地方的美食，是啊，是啊，但到到都是有，即是差不多是湯面啊，是啊，魚蛋啊，是啊，是啊，雞啊，是啊，即是總之呢你吃下去呢都是那些味道，差不多味道，差不多味道，即是我有少少很失望，啊，fail up，啊，所以呢就想吃薯條，所以好好懷念咧，即係叫做嚇，all day breakfast 啦，英式早餐啦，嚇，啊，好懷念嗰啲啲上 chef 啫嘛。即係你可以話犯賤啦嚇，啊。好犯賤嘅人真係。我唔 expect 有驚喜話好好食，啊，好好食咯，即係只不過係即係叫做食飽個肚。食飽個肚就算啦，嚇，啊。咁啊，而家你話好似去萬寧買嘢。好啊。去萬寧。有冇嘢買到啊？圖啊，冇啊，咁樣樣咧就係，是，上多一層啦嘛。啊，呢層啊最高啦嚇，啊，又有間酒樓喎，啊，原來嚇。咦，仲有風澤嘅？有風澤，有乜冇啫？我哋初嚟嗰幾日都見過有啦，有一間啦，喺呢個深水埗嗰度。可唔可以睇睇？咪睇咯。即是我們發覺原來在，英國或者南威爾斯，不要說英國了，可能倫敦還貴過這裡，咁呢就啲電器是都不貴的，南威爾斯是吧，是啊是啊，還有那些牌子啊或者都不差，不是雜木，不是即是不知道哪裡來的，只不過在這裡就多款式咯，是啦，啊，是啦，啊啊，但其實我覺得即是多花神，是啦，啊，花神，但其實那個用途都是都一樣的，是啊，沒錯，即是剛才你看到有一個攪拌機，那些是廚師機，廚師機 Kenwood 同一個牌子，是不是同一個容量，差不多咯，差不多容量，咁咧呢度大少少，呢度咪成3000蚊，特價3000蚊，即是成300磅，但是呢，陶夫人你交我多少錢，我幾年前買的，你送給我是90多磅，即是幾年前買九十幾磅，都是特咗價，特咗價，我當你 double 啊，而家咁都唔使200磅啊，係，所以咧就係即係唔好話下下都話應該有骨，唔係嘅，睇下你買咩咯，係咯，係咪咁講？呢度有香港多款式，但係，啊，未必係最抵，即係嗰啲樣靚啲啊，係啦，係啦，嗰啲 design 啊，其實個功能一樣嘅，即係佢吸引人買啫嘛，冇錯啦。譬如好似你嗰啲我想買個豆漿機嗰啲咧，其實係一個 soup maker，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係咯，即係貪靚嘅人士，譬如你香港買啲靚啲咯。如果喺英國買嗰啲電器咧，就實用，係，即係主要係實用，啊，就咁解啦。咁啊，你喺度買嗰時，我喺度觀察啦。咁啊，呢一個商場咧，嗰啲佈局都幾吸引嘅。嗱，呢度咧就眼鏡鋪兩間啦，呢度咧就嗰啲寵物啦，寵物嗰啲用品啊。呢度頭先行出嚟啦嚇，一樣有啲。隔離賣燕窩喎。哦。啊，燕窩隔離又賣嗰啲按摩椅喎。係。啊，最神奇咧就係即係喺翻對面咧啊 KFC 啊，食啦炸雞都得喎。隔離賣咖喱，係咪先？咁你食完之後行過呢邊啦，阿姨。賣海味啊，咁啊按摩院啊，賣養陰院係嘛？養陰院下我隔離咧，有人買餸喎係嘛？係買餸，買唔送我不神師，買一管廁紙啊，或者買少少買少藥喺度。咁你都幾好行，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喺樓上住咧，你都唔使出門。係啊，唔使。即係我諗咧即係大部分時間都喺度轉來轉去啦，係嘛？咁有好有唔好嘅，係嘛？咁你喺度成日轉來轉去，轉來轉去啦，咁即係你嘅生活圈子都好細下嘅。啊，你鼻細就啱啦。係嘅，即係年紀大機話嘅咧，啱啦，啊，都幾啱我。不過咧就係都係人多咗啲，麻麻地，我都係中意咧就係户外多啲啊。
所以咧我都好掘個後花園啊。但係咧翻到去咧，英國嘅後花園都冇嘢搞噶啦。據聞咧而家咧就係英國落雨落到黐線，尤其是南威爾斯咧落到癲啊。咁咧就冇辦法啦，翻嚟可能咧要收拾啲殘局啊。兜個圈話唔買唔買，都買咗一攞嘢啊。所以點解咧就即係行呢啲商場咧？都是你話齋，你一定會使錢嘅，一定要使錢嘅，即係唔使個錢咧，好似又唔安樂咁啊，係嘛？咁本來話走嘅咯，咁啊屠夫人咧，心思思咧就又嚟翻呢間啊飛鴿鋪咧，就要剪髮喎。咁啊睇下剪成點啦，咁啊剪完之後咦 OK 喎，係啊，啊當堂咧出嗰個 layer 出翻曬，啊咁啊七十蚊，幫我收一收，咁我都覺得 OK 喎，如果七十蚊，OK 啦，係嘛？好啦，咁啊呼籲下啦嚇，咁啊如果中意我哋 channel 咧，麻煩你哋啦，免費訂閱嚇，舉手之勞，俾個 like 最好，睇埋廣告更加好啦嚇，咁啊下次見。